请收看《维新世界》维新故事。看这里，各位小朋友早，我是琪琪妈咪。来，小朋友早，你们告诉我，跟我说个话话好不好？说琪琪妈咪早。哎呦，真的可爱了。他们其实重点不在我身上，他们现在看的是谁？我的手上这两个是谁？你好棒哦！还有谁知道他是谁？乌龟。他是乌龟，对不对？然后乌龟，你为什么知道他是乌龟？因为有什么？因为他的有。他的身上有什么？有一个重重的壳，对不对？所以乌龟走路是。所以他走得很慢，对，他走得很慢。好，那他是谁？小白兔。他很慢，姐姐我姐姐的。乌龟比较快啦。乌龟比较快哦，真的。我姐姐他赢过兔子。他会赢过兔子。好，那琪琪妈咪今天就讲一个乌龟跟兔子的故事给你们听，好不好？想不想听？想听要大声一点。想不想听？想听。哦，好，那琪琪妈咪就开始讲乌龟跟兔子赛跑的故事哦。乌龟有几只脚？三只。数数看。两只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好，你比四给我看。把四拿出来。你手指头四在哪里？对，乌龟有四只脚。兔兔呢？两只。然后数数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也是四只。四只，对，乌龟跟兔兔都有四只脚。可是呢，乌龟因为要背上重重的壳，所以它走路很慢很慢。他走，走，走，要走好久。他会赢过他，那个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兔兔呢？他走路很快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他都用怎么样？用走的，用跑的，用跳的。他都用什么？用什么方法？用跳的，对，兔子都用跳的，所以兔子都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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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快哦，它会转圈圈。好，琪琪妈咪让它转圈圈，那乌龟会不会？乌龟不会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有一天他们两个说，他们要去比赛。兔子跟乌龟说：“哎，乌龟，乌龟，我们来比赛好不好？你的动作这么的慢。”你一定会输我的，我要找你一起来比赛。乌龟说：“乌龟说，谁说的啊？你有四只脚，我也有四只脚，我走路为什么会比你慢呢？没有关系，我答应你，我们来比赛，比赛好不好？好，来。”兔子骗人哦，没有关系，我们来听听看琪琪妈咪怎么说哈。一天早上哦，他们要开始约定了，说我们比赛看谁先到那边去，那边有一棵大树，谁先到那边去谁就
赢了。乌龟先生说，没问题，我一定会赢。小兔子心里面也想说，哼，谁会赢？我才会赢，你走路这么慢。好，他们开始比赛了。他变兔子变。乌龟先生慢慢慢慢的走，慢慢的走，他才走到这里而已。兔子咚咚咚超过他了。哦，乌龟先生还是一样慢慢的走，慢慢的走。小兔子又咚咚咚，哇，跑好远了啊。再来，乌龟先生还是一样慢慢的走。小兔子怎么样？咚咚咚，又跳。你看，乌龟先生还在这边，小兔子已经跑到这边了。小兔子回来看看乌龟先生，哈哈哈，你还说要赢我呢？不可能啊，你在后面呢，我已经跑到这里了嘞，你会不会赢我？哼，我才不相信呢。小兔子就说，哎呀，没关系了，我可以休息一下下哦。休息一下下干什么？等小乌龟来，我们等他来。他就看着小乌龟，有的慢慢的走，慢慢的走。啊，天上的云啊，好漂亮哦！今天的太阳公公好大哦！哇，有小鸟在飞耶，有风在吹耶，哦，好舒服，好舒服哦！小兔子看看美丽的花花，看看其他的地方，看了好久好久，奇怪，乌龟先生怎么还没有到这里来呀？看着看着，等着等着，怎么了？晕倒。晕倒了？不是。哦，我好累哦，我想要做什么事情？睡觉。对，我想要休息一下，因为乌龟先生他走路太慢了。没有关系，我一定赢的，我可以睡一下觉，等他慢慢来。结果小白兔他就睡着了，睡着了。小乌龟走啊走啊走，走啊走啊走，小乌龟走啊走啊走。哎，这是谁呀？兔子。小乌龟看到兔子在睡觉，它有没有把它叫起来？没有。它说，哈哈哈，你去睡你的觉，我要继续来参加比赛，继续跑，继续走，走走走走走。结果小乌龟怎么了？超过兔子了耶。因为兔子在睡觉，对不对？超过兔子了，嗯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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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超过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我们要到哪里去？要到那一棵大树去，对不对？小白兔醒来了没？还没，他睡觉了。哦，有啦，伸伸懒腰，小白兔起来了。哎，哎，哎。谁不见了？乌龟。小乌龟不见了。小乌龟到哪里去了？赶快前面，前面冲啊！他就冲到小乌龟的前面，跟他说什么？哈，你怎么可以不告诉我就自己偷跑呢？我才不会让你赢呢！我的速度比你快，我一定会赢。小乌龟说，哼，我就看你在睡觉，不想叫你，没关系，我慢慢走。小白兔就赶快怎么样？跳到哪里去？跳到那里去！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！到了！还没。他看到小乌龟又怎样？在后面慢慢的爬，慢慢的爬，
慢慢的爬。哎，这时候小白兔因为它跑很快，它累了，它想要喝水，它去找水喝哦。然后呢，它又觉得说，啊，肚子饿了，想要找东西吃。小白兔最喜欢吃什么？红萝卜。对，小白兔最喜欢吃红萝卜。他想说，乌龟先生还在后面，我去找个红萝卜来吃吃。等一下我吃完了，乌龟先生也还没有到，我一定赢了。他去找了红萝卜，找了一根红萝卜吃，两根红萝卜吃，三根红萝卜，哦，好多红萝卜，啊，吃得好饱好饱哦，吃得好饱好饱，怎么办？吃饱了又想做什么事情了？知不知道？小白兔又想做什么事情？小白兔说：“吃蛋糕。”啊，吃蛋糕！小白兔红萝卜吃饱了，他还想吃蛋糕。他还在很贪心的吃东西。结果这只小乌龟就这样子走。他又输了啊！谁又输了？小白兔又输了。那小乌龟一直走，小白兔在后面追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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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累哦。然后不小心，哎呦喂呀，跌了一跤。结果乌龟走走走走走，走到了那一棵大树了。哎。小白兔因为跌了一跤，对不对？它受伤了。它说我好痛哦，我这边破掉了，我要去擦药，好痛哦，我要去擦药。结果谁赢了？乌龟。乌龟赢了。谁输了？小白兔。小白兔输了。为什么乌龟赢了，小白兔输了？因为他撞到很痛，他撞到很痛，因为他刚才跌倒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小白兔啊，他每次都看小乌龟，说：“你一定不会比我快。”所以呢，他就都一下子想要去做什么事情，一下子想要去做什么事情。他没有一开始就冲冲冲冲冲冲冲到树底下去，这样子谁就会赢了。对，是乌龟赢了。可是如果小白兔那时候没有睡觉，没有去吃胡萝卜吃蛋糕，没有跌一跤，谁会赢？对，如果小白兔他没有因为去偷懒啊，睡觉啊，肚子饿去吃东西啊，一次就跑到树底下去，那谁会赢？小兔子会赢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我们要跟乌龟先生学习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们不要像小兔子这样子哦。哦，老师跟你说，老师跟你讲说，哎，我们现在要赶快吃饭饭，你就要赶快吃饭饭哦，对不对？不然你就会像小兔子一样，啊，事情都做不完他就输了。要像乌龟一样，乌龟先生这样子慢慢走慢慢走，然后把事情全部都做完，这样子知道吗？知道。好，那乌龟跟兔兔的故事妈咪说完了，现在妈咪要来跟你们讲这个兔子。你们有没有听过十二生肖的故事？有。第一名是谁？兔子。不是。第一名是谁？乌龟。不是。第一名是小老鼠，对不对？第二名是牛牛。第三名是小老虎。第四名才是小兔兔。第四名才是小兔兔哦，记得哦。第几名是小兔兔？第四名。哎，对，你的手指头在哪里？拿出来，咚咚咚咚咚，拿出来。哎，手指头拿出来，我们来数一数。
数一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四只，对不对？第四名是谁？兔子。第四名是小兔兔，对不对？第四名是小兔兔。好，来，琪琪妈咪要让你们认识一下哦，这个叫做小兔兔，它叫做兔，跟我念一次，兔，兔子的兔，哎，兔子的兔，来，你们可以来摸摸，摸摸看它长什么样子，来，小帅哥来，来啦，来，来，你到前面来，不敢了，来，过来没关系，来，好，请你把你的手指头拿出来，嘿，跟着它一起画画看，哦哦，小兔兔长什么样子？小兔兔。就是没有关系，跌倒了要爬起来，对不对？哎，跟着黑黑的字走，来画画看，它就是小兔兔的兔。咚，这样你认识它了没？认不认识它？它是谁？兔子的兔。对，再念一次，兔子的兔。兔子的兔，好。兔子的兔，来，我们来看看这个。青蛙。它是青蛙，可是它是什么？青蛙时钟。时钟，好。它是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你们都好厉害哦，都认识他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看着琪琪妈咪哦，琪琪妈咪把兔兔的时间指到谁？五，对不对？跟另外一个七。好，琪琪妈咪要告诉你们，指的是指的点点。是哦。好，那没有关系。来，我们看看五点。早上哦，很早很早的时候哦，五点到七点的这个时间叫做卯时。来念一次，卯时，卯时，猫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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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卯时，时，对，卯时，你们要记得卯时是几点到几点。大声一点，五到几？七。哎，早上还是晚上？早上，早上的五点到七点就是卯时，也就是兔兔的时间哦。为什么是兔兔的时间？你们知道吗？因为兔兔说那个时间啊，空气最好了，他都喜欢在那个时间出来运动，所以你们要记得哦，兔兔的时间都在几点出来运动？五点到几点？七点。早上五点到七点的时间，兔兔出来运动，兔兔的时间叫做卯时。哎，好棒棒，那你们把它记起来了吗？好，今天琪琪妈咪讲了什么故事？谁跟谁？兔子跟乌龟。兔子跟乌龟的故事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们回去会不会讲给你的爸爸妈妈听？我不会讲。你不会讲没有关系，那下次换你讲给我听好不好？那我再讲给你听好不好？我再讲给你听啊，我再讲故事给你听好不好？要不要听？想不想听？想听。想听哈，好，那我们下次再来咯。好，谢谢小朋友。好，谢谢大家。